所以师父告诉你们，不管什么事情啊，要在定中才能产生智慧。你今天定得下来的人，你就会有智慧产生，你定不下来，你就没有智慧可言。修行人要用无畏的精神。什么叫无畏的精神？能够布施出自己的时间，布施出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啊，钱财，还有啊，我们说法布施、财布施，还有无畏布施，这样你才能懂得啊，这种精神，你才能弘法，才能有真正的善良的意义。所以要懂啊，所以很多啊，很多父母亲为们小的时候付出的很多，就像师父现在为很多的弟子想到付出很多，但是很多孩子根本没感觉。就像你们很多孩子从小长大，爸爸妈妈为你们付出很多，你们也是没感觉的。学了佛之后才知道父母亲的不容易。所以学佛一定不能受到外境的影响。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自己内心要有一颗真诚的心，要有一颗坚定的心，不要被境遇的变化让自己的心也随着变化。很多人耳朵根软，就是一会儿对这个人好，一会儿对这个人不好，因为别人说他不好了，你就对他不好，你造成了他对你的伤心。因为你这个人被人家一说，你就变化了。所以师父希望你们啊，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啊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啊，一般的人都是很难控制自己啊，很难控制自己躲过劫难这一关。而我们学佛的人，不管碰到什么了，首先我们有坚定的信念，观世音菩萨会慈悲保佑我们，我们是好人，我们是善良的人，菩萨会护佑我们。我们能够为众生付出，我们一定会消灾解难，因为我们有三大法宝，我们慈悲度众生，所以这样你才会有一个内心当中的啊平安出现。所以希望大家要关心，观就是观自在，观世音菩萨的观。观心就是你经常看看你自己的心啊，你关注下看一看你自己的心啊，你是不是善良人还是一个恶人，你做的这些事情，你的心要看住自己，不要让他看见有利益马上就忘记了什么叫慈悲，有名誉就忘记了什么叫道德。所以师父让你们要懂得，不要自己内心随着外境而产生变化，这就是师父的座右铭。不管外面有多少的欲望，你要无欲，你要随着自然，就是随缘，你的心静如水呀、啊！不管发生什么，水还是在照样的流淌。所以无欲才能自然，才能心如水呀、啊！所以要平静，不管相处什么，都要处事不惊。有的时候人有委屈了，有愤恨了，有嫉妒了，这些都是你身体上产生出来的一种毒素，要把这些毒素好好的管控一下。你有时候心一松，毒素就开始清除你的机体。如果你用自己心中的正能量，它就不能进入你的身体啊。
有的时候你让这些嫉妒啊、嗔恨啊、烦恼啊进入了你的内心之后，你会变了一个人。所以要学会调伏自己的身心啊，自己的心情，修忍辱，修波罗蜜，一切都会过去，如同啊过眼云烟，如同沙滩上的脚印一样。当你走过沙滩的时候，留下了你的足迹，当你再回头的时候，一阵海浪把你的脚印全部打完了。所以人生要心宽广，用智慧每天冲洗自己的内心的毒素，不要让自己内心的这些毒素给自己的灵魂带来污染。每一天要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、救度众生之心，能够让自己的灵魂保持一种清净啊。所以大家知道拜师实际上并不是拜师父，而是拜我们大慈大悲的大智慧的啊，我们说佛道菩萨要你们守住戒律啊，要懂得今天出来学佛就是自我尊重自己，因为我要改变，我不能像过去一样这么颓废，我不能自暴自弃，我今天要想得到别人对你的尊敬，首先要自我尊敬自己，给自己一个空间，不要走偏。佛法一定要昂首挺胸地往前走啊！你们现在有师父，最好跟着师父好好地往前走，因为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不可得，宇宙真理永不会变，那就是苦空无常。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，人的烦恼就像啊六祖慧能讲的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我们人本身就是空的，我们人来到人间脑子都是空的，而是后面那些自然的现象装进了我们的思维当中。装好的你的心就好，装坏的你的心就不好。所以明镜就是你的心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希望你们每天拿着这面新的镜子照到五蕴皆空，去照那些善良的慈悲的啊，那些好的东西，那么你的心中就拥有了慈悲善良好的东西啊。如果你今天去造了尘埃，那么你的心就拥有尘埃；如果你的心本来就没有尘埃，那你到哪里去惹尘埃？举个简单例子，单位里几个同事正在争吵，你不管的，你这个人什么事情都不喜欢管的，你怎么会有烦恼？你怎么会去参与在这种啊自私的烦恼之中啊？所以师父告诉你们，没处惹尘埃啊，没处惹尘埃。所以慢慢要懂得，我们在人间不要太介意别人对你说什么，学佛人心中有佛，人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所以希望大家管好自己的内心，多去帮助别人，不要介意别人说些什么，不要扭曲是非啊。所以有些人布施要看人的，说话喜欢看人，好话要对我喜欢的人说，
不好的话去专门骂那些我不喜欢的人，这种人心中就是杂念怨亲啊，杂念怨亲。然后呢啊，不憎恶人啊，不去称，不去对那些坏人啊啊有这种啊啊自己辨别的能力那种感觉。所以菩萨的慈悲啊啊是人伤我痛，今天你哪怕是个恶人我也要救你，今天你是个不好的人我能救你我就救你。所以世间啊有很多的人一边在救人一边在自救，你就成为了一个世间的自在人。而我们学佛人，很多人在啊自己的偏见的时候啊，对别人有不好的想法有偏见的时候，还以为自己在思考啊，还以为自己在拯救世界，还以为自己说的这一套能够让别人理解。你们去看很多人说话说不清楚的人，他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他讲得很快，他觉得他讲得很好，但是讲完之后对方眼睛懵懂懂的看着他没听懂。但是你去问说话的人，他一定认为自己全讲明白了。这就是人的意识不一样。所以希望我们学佛的人要永远看到希望，看到光明啊，要活在自在和超越现实当中。如果你经常想到我以后会好，我未来会更进步，我的一切会越来越美好，你经常这么想的话，实际上你就是在学佛当中超越了自己啊，我们说就是修的出世法。你去看那些法师，他们之所以能够出家，他们就是超越了自我人间的啊烦恼啊，人间的名闻利养啊，一切他都不要了，他放下了，他得大自在啊。所以学佛人要学会宽恕众生啊，不论他有多坏，或者他曾经伤害过你，或者他曾经通过别人伤害你，一定要学会放下啊，你才能真正的快乐。你每一天活在记恨别人当中，你会越活越记恨，越活越痛苦。因为这世界，师父告诉你们的真相，这世界本来就是很痛苦的。你想在这个人间寻找永远的不痛苦，那只有出离这个世界，否则你在这个人道，你永远会痛苦。所以师父跟大家讲，人生需要四种修为啊，四种修为啊。人家说修心要有修为吧，有。那么什么样的修为呢？有四种。今天师父告诉大家哪四种修为啊。一是忍得过，什么事情要忍耐，而且要自己让自己过去。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经常讲，忍得一时之气，消得百日之灾啊。你当时忍耐一下，你可能几个月之后人家就不会找你算账了。你今天在别人面前占了上风了，你骂了他了，或者你赢得了一些短暂的面子，可能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就记恨你，可能会给你找来日后的灾祸。所以消得百日之灾，忍得一时之气，能忍的话，这个人是有智慧，而不代表他的懦弱。第二种修为是什么事情要看得破。今天这件事情别人伤害你了，你看破他，
他是无意的，更要原谅他。他是有意的，可能我上辈子欠他，或者我这辈子这件事情没有做好，在很久很久以前接下了这个因。所以学会淡定，要看破红尘，就像要学会看破我们年轻时候做的那些事情，今天一去不复返一样。要看透人生以后，能够依然的去热爱人生，热爱现实的生活，因为我要借家修真，我要在这个人世间去做菩萨的事情。我来到人间不是为了来烦恼，不是为了来痛苦的，而是为了来解脱自己，帮助别人的。你这样的心态，你才能算看破。第三是拿得起啊，什么叫拿得起啊？就是做人要有担当。师父经常跟啊弟子们说，做错事情没关系，承认的人就是有骨气，菩萨都喜欢能够说自己错的人，这个人有勇气啊，不逃避的人，这个人不妄语，是自己做错了承认，这种人会得到别人的赞赏有加啊。所以这件事情我既然答应了，我拿得起，今天做错了，我要跟别人说对不起，直直的面对着自己的人生，做错了可以改，而你在内心当中掩饰自己，撒谎吹牛犯戒律，你就人格遭到了破坏。四是放得下。放下什么呢？不是说单单的你有这个啊东西我叫你放下，哎呀你跟人家争来一个东西，一个电冰箱啦，一个什么东西啦，哎呀正好啊，这个放下，那不是这个意思。放下是什么？放下你的偏执啊，你对这个人有意见，你要学会放下。我不要看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过去对我不好，我执着，我一看见他就讨厌。你能不能放下呀？你现在开始，你看见他可爱一点可以吗？你觉得他在变化了，对不对呀？就像我们电台里很多的这个秘书处的，有的时候你看见他就讨厌，但是呢你想一想，他经过师父的教育之后，这孩子在变化，你就要看到他变化的啊，这个优良的那个品质在改变啊，在慢慢的改变成优良的品质，这时候你就要心中产生变化，你要放下自己的偏执，要放下自己的记忆呀、啊。因为过去的伤害你的记忆你要忘记呀、啊，所以学会忘记啊，忘记别人的缺点，忘记别人曾经对你的伤害，你是得到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啊！你天天的不能忘记过去，你就不能离开烦恼和惆怅，还要放下不甘。不甘是什么？不甘心啊，为什么呀？我曾经认识一个老板啊，他破产了，他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别人叫他回来，我们这里这么多人都可以帮助你，他说我不混出个人样出来，我不回来见他们，我今天在外面不发财，我不会回来。最后他死在了外面，这就是人的执着不甘呐、啊！因为你曾经有过钱，不并不代表你永远会有钱呐、啊。如果他懂得无常，他就不会这么轻易的死了。所以人生要懂得放下欲望，平平淡淡，简简单单。无欲自然心如水，
所以人就要学会这些，慢慢的才能懂得怎么样处理。所以人第一不能犯业，第二犯了业要赶紧忏悔。有的时候别人对你的一次劝导，可以让你重新获得新的人生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能够听别人的劝，那就是你的福气。如果你们到今天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应该怎么样啊，有很多的苦，那你就会越来越苦。所以最后师父跟大家讲，人有四苦。人的第一苦是看不透，因为我们什么事情都看不透。其实人际关系的复杂、纠结、争斗，它都会有隐伤的。什么叫隐伤啊？隐隐约约看不见的伤痕啊。你跟这个人吵过之后，你说虽然说哎呀没关系，我们开个玩笑啊，算了算了，会有隐伤的、隐蔽的伤痛。所以一个人要学会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啊，要学会平淡，知道任何的争执、任何的争斗都会给你带来后遗症。所以最有智慧的人要学会啊宁静啊。所以一个是看不透。人第二个苦是舍不得。所以很多人舍不得曾经过去的拥有，包括名啊、利啊、荣誉啊，这一切啊都是在怀念当中。想当年我怎么样，想当年我怎么样，这个是一种虚荣。这个舍不得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颓废，越来越啊提不起精神。用现在的话讲，就是啊想到处听到自己过去得意的掌声，而现在没有了，还在回忆当中。这个舍不得过去的那些荣华富贵，会让你伤心伤肺伤肝肠啊。第三是输不起。我们很多人输不起，为什么？一输掉感情就受到伤害，一输掉觉得人生惨败。实际上人生只要跌倒了再爬起来，就没有跌倒过。而真正的跌倒是当你摔下去了，你不爬起来了，或者爬不起来了，那才叫真正的失败。四是放不下。我们人放不下自己已经走远的人和事。我们过去曾经有很多好朋友，我们有很多的好朋友好人，用在心中记忆一辈子的事情啊，就像我们怀念我们自己曾经的啊外公外婆啊、爷爷奶奶啊、父亲母亲啊一样啊。这些我们放不下之后，只会给我们制造心中更多的痛苦。所以学会放下，因为放下会让你远离是非。因为放不下的人永远在是非当中徘徊。所以学佛的人、有智慧的人应该懂得怎么样来消除这所有的自己心中的障碍，怎么样让自己的心变得无挂碍。要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啊！要懂得拥有智慧，一定能够战胜人间的所有的烦恼。所以学佛的人永远看得到未来，永远看得到前途，永远看得到光明，那就是我们的智慧。所以当你看到了困难、烦恼和忧伤和嫉妒，那你就拥有的
这个负能量在自己的心中，久久的不能磨灭，让自己心藏身在痛苦之中。所以能够排除痛苦、排除万难的人，就拥有了精进的智慧，就拥有了忍辱的毅力，就会懂得什么叫守戒，就会懂得怎么样走向光明，远离黑暗。今天